被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删除原告郭斌办理指纹敏感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运动特征信息。 对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我方会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的。争议的核心内容还是人脸识别这个信息整个的采集流程、实施流程是不是合法合规。那在这个判决结果上来讲呢，法院其实很明确地认为这个收集的过程是不符合这合法性、必要性的、正当性的这个原则。